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对，现在我在小南门站，刚刚好小南门嘛，对，大家可能看不到。那今天要来去发泄一下，最近压力很大，警察广播。好，最近压力很大，就是订阅数越来越少，好，频道订阅数越来越少，所以要去一个地方发泄，把它打烂，把它销毁，打烂它，打烂，打烂。对，终于找到了，对，可以发泄的地方。哎，好啦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可是好像还没开门呢。产业位置，然后有 WiFi， 五十元比十一区。您是要拍？对。但是现在小心哦。好好好，我知道。因为我们顶多客人当中只有带手机啦。哦，对。他 GoPro。带到单眼相机进去，这个比较有点危险。来，这边请。好好。稍坐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上面的内容帮我开启一下，嗯，然后那个空表格帮我填写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如果有警察，我们等下那个包包物品放在这里。好。等一下，其他主客人在。啊，没有，其实全包方案是我们 level one 的方案， level one 主要是只有皮跟小型物品，那有时候没有帮你做多做准备。那等一下在整个过程中，有你要丢的放在桌上面砸的，用棍子砸都可以。那全部都可以直接丢墙壁面，像我们的武器板打墙壁面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下前面换衣服跟冲装备。好，那全程在游戏过程中并不是我们来的。好，那因为你有带相机，可能你要看一下，如果离台放的话要小心一点。好好，谢谢。时间是多久？时间是多久？时间的话，其实我们的时间都要抓一个小时吧。从进来就是填写资料、报名和穿装备，大概会花15分钟的时间。有时候在里面大概有45分钟的时间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你看我已经穿好紧身衣了，等下可以尽情的奔跑、砸砸冰棒。OK， 我来到了屋，你看我全身都是穿着装备、连身衣，还有戴手套。最重要的，我拿了什么呢？棍棒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来体验份酸民，对不对？最近很多酸民啊，还有眼睛被推，压力很大，也是做这个影片压力很大，知道？大家就是酸面有一些，其实最近压力很大，好吧？你压力很大，好。现在我桌上有相机，所以不要。靠下去，知道吗？这酒罐就直接靠下去。这样子，今天就是心情不好来的，好吧？啊，现在还有一锅盐啊，这边还有锅盐。
把那个凹弯，那凹弯的，好吧？好，再来去看。好，第三个是我杂骨的碎片，好吧？这些呢都是你们在你在半年里，好吧？我们做那种不运动运动很久，我压力已经很大了，好，那个。OK， 非常的舒服啊，腰力整个解放啊，哦，每一个都把它挤毁了，把让酸民挤毁了，你看我热到已经气喘如牛了，但我全部蹬铠甲，等下打不倒我，怎么说我明天做的烂法，来啊就来啊，怎样好啊，如果想要看我更多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右下方按个订阅，开启铃铛，也可以收到更多的行动资料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开心也飘，我难过，我生气，我又想我都飘，我在便利商店里面买鸡腿便。